他跑去救女人，到时把苦事累事都留给我们，等韩信这小子出来，有他好看。行了，小芳都没说什么，你就算了吧。我就是心里不痛快，凭什么？小芳替他做那么多，我们也是为他留下的，结果他一眨眼不见了，这不成心气我吗？哎，看他回来怎么说吧。怎么说？你看那李无名，快点啊！张大人，丞相，何事？营门外有一帮人叫喊着要见大将军，怎么轰也轰不走。 大将军的朋友还真是多啊！他不在。哎，去看看，也许是来投营的。我们要见大将军！我们要见大将军！到底是谁要见大将军啊？不是，就是你是越来越不懂规矩了。你见了大哥，连个招呼都不打，你忘了大哥以前是怎么对你的了？ 我这儿有好酒，你们想不想喝？想喝，好啊，喝酒去。好，就是这。不要被表象骗了，银鬼门在这里藏身多年，整个村庄本身就是一个大阵，明面上有东南西北四个入口，其实都是死门，要想活着出去。 只有找到唯一的生门。莫关在哪？正中间，最大那栋木屋里面。这村子里有多少人？暗哨有几处？除去奉命外出的银鬼，至少还有50余人。按规矩，无论何时，暗哨都不会少于10处。这给我看。北门外有3处暗哨。你看，南面有4处。 来来来，喝！来来来来，喝！来，喝酒，干！好酒啊，好酒！老大，奉命之后，咱们山寨怎么样？你们怎么没有继续做火锅生意啊？这么老远跑到修武来？哎，啊，别提了。奉命之后，项羽把整个咸阳城都烧成了白地，我们那除了难民，就是散落的秦军逃兵。我寻思着带兄弟们重操旧业。 这一路走来，听说韩信在汉军中当了大将军，一年之内平定了4国，现在在修武扎营。哼，我想来碰运气，嘿嘿，没想到又遇见你了，兄弟。喝酒，来，喝酒，来，兄弟们，听我说一句啊，既然咱们有这个缘分，今天碰见了，就别想走了，来，萧何。 我们大老远跑来，这一回可真就赖上你了啊！哎，你这叫什么话？好吃的，好穿的，有我萧何一份，就有大江的一份。好，好，好！哎哎，等会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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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们兄弟是那种白吃白喝的人吗？啊，兄弟们，我们既然说了是来投军的，是啊，那就得有个投军的样子。
合，明天给大家伙安排个差事，保证不给你丢人。差事倒真是有，不日我们将跟齐国开战，现在正是用人之际，但是敌多我少，危险避免不了。贾和，是不是把兄弟们都忘了？兄弟们哪个是贪生怕死之辈啊？哪个怕死啊？没有，没有，哪个怕死啊？好，我萧何说错话了，我自罚一杯。哎，干了！好，哎，好，痛快！从明天开始，我们正式开始训练。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还是我的好兄弟，还是我们的小何。来，喝酒。好，来，喝酒。来。天色已黑，我们什么时候动手？我还要布置一些东西，等明日黎明再动手。你去干什么？这个你不需要知道，听我安排就行了。什么听你的？木偶现在生死不明，既然已经到了，为什么还要空等一整夜？你身上有伤，今晚早点歇息，明日免不了大打出手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非要驾着马车来，白白耽误大半天。车上那些瓶瓶罐罐的玩意儿，又能有什么用？你不需要知道。我算是明白了，你根本不想救他，要不然。你手下有千军万马，为何只身随我前来？大战在即，我随你出来本已经……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明白。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跟你这种没脑子的人交流，真他娘费劲。说你没脑子，你还不服气？村子里有50多个银鬼，13处暗哨，你凭什么能跑出来？我……你什么你？你还真以为凭自己的运气吗？是他们让你跑出来的。你是说，是莫非故意放我跑的？目的就是让你来找我求救。那又是为什么？想引我入圈套。这都是你的猜测。我的猜测不会有错。说运气总有用完的那一天。天意怎么样了？还好。其实我今天找你来，是有一件事跟你商量。你说。齐国兵力强盛，如果这次我们不拿出齐州，只怕会必败无疑。你放心吧，韩信不可能拉着我们往火坑里跳的。他既然决定。
确定这里是最后的暗哨，村里更多，不要大意。这给你，这到底是什么？这个叫火粉，点燃之后会引爆炸。还有这样的东西？那是我韩信军长神奇的东西堕落。这就是你敢一个人随我前来的原因。算是吧。记住，把火粉放于。 易燃之物附近，然后将引线牵出，末端机上临时，临时东面不可有遮挡物。明白了，那就分头行动吧。 张大哥，卦象到底怎么说的呀？卦象所示，十死无生。但是天道之外另有一处生门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已经到来却永不该来。这不等于没有吗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已经到来却永不该来。这个跟我有关系？当然了，你总说你是从未来而来。 本来我们不应该相见，但是我们现在并肩漫步，这不正暗合卦象吗？这么一说，还真的是我。那我该怎么做？哎，张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咳得很严重啊。没事，没休息好罢了。还是说回眼前生死之局，你所处的未来都是用什么打仗？很多啊，什么？ 飞机啊，坦克啊，导弹啊，都是各种高科技。但是不太现实，我也不会做呀。就算我会做，现在的工业基础根本就达不到。但是这唯一的生门，也只能靠你去找了。啊？放心吧，既然天意如此，到时一定会有灵光闪现。这也太玄了吧！天意本就是玄而又玄的东西。 血脉不通而已，走两步就好了。外面有动静，我们赶快走。走！快走！我饶了你这么多次，你却一直要来送死，这明摆着是墨菲的圈套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来都来了，别说这些没用的。来，你有什么打算？ 韩将军，我知道你不会轻易死的。久闻韩将军大名，今日终于得见。阴鬼门门主莫非求养了我的两个爱徒，因你三番五次。
挑选能对付的目标下手，你怎么忘了呢？怪为师教此无方啊！我亲手养他的孩子，又杀我，还用到这种手段。人世间最痛苦的事儿，莫过于白发人。 黑发人，韩信，这笔账你要怎么还？！我杀了你！ 笑话吧！不，你不觉得讽刺吗？正是当初你奉命保护嬴政东巡，我才得到这些赏赐。据说它是天神赐给嬴政的宝物。再见识一会儿就有机会了。
小芳姑娘，你们这是刚值完夜回来？是啊。那你们值夜的时候有看到什么人回来吗？后半夜无人入营啊。还没回来。小芳姑娘，您是在等什么人吧？没有没有，你们赶快回去休息吧，辛苦了。好。哪里是山门？唯一的山门是水井。站住！韩信，银鬼门经营此处数十年，今日被你付之一炬，我要杀了你！放手！莫武，莫武，你别过来！当小孩打架了，到了战场上，谁不是能多赖就多赖啊？来，赖到自己亲娘都不认识。
的人说请我赴宴，我以为又要吃那些干巴巴的腊肉呢。小可叫你做的？对呀、啊，他说清汤火锅能大补，对你这种气血虚弱的人最管用。谁气血虚弱？谁气血虚弱？谁知道？我来看看啊，枸杞、桂皮、八角、大葱，还挺全呢。当然，快尝尝。好鲜啊！这个味道怎么那么熟悉啊？萧大人说你一定能吃出来。鸿门第一锅，圣徒他们昨天就到了，现在已经投营参军，正在教场呢。我先去找他们。哎，你那么急啊？那我先陪你把饭吃完。看你的黑眼圈这么重，比我都还重，昨夜没睡啊？睡了，就是起太早了。韩大哥一定会没事的，你不用太担心了。你呀，说话越来越像张良了。子房跟我说，这场战的胜负关键都在你身上。嗯，张大哥这话能不能行啊？我一个女人，哪懂什么冷兵器战斗啊？子房的卜卦一向都很准的，也许正因为你总说未来，才有可能给我们带来转机。要是新兵个个都有申屠这身手，这仗还有的打。鸿门申屠，想当年那也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。招来多少兵？现在招了1785人。这么少？陆陆续续还会招吗？但最多3000。粮草呢？哦，这个你放心，我来办。我担心的是齐国的动向，荥阳失守，大军西撤的消息根本就瞒不住，只怕没有给我们准备的时间。哎，有一天算一天呗，想多了也没用。哎，对了，你那卦到底补得准不准？小芳一个弱女子，怎么能改变战局呢？我的卦什么时候不准过？你就是太相信天命。哎，那你这么说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？我折腾什么啊？你不是气我吗？哎，怎么了你？你这脸色……最近没休息好罢了。让你注意身体，从来就不听。我没事。你这个时候可不能倒下。放心吧，我没事。我们刚躺下，刚闭上眼，就听见外面啪啪啪啪啪啪啪有人敲门，那门都快给敲碎了。我大吼一声，根本没人理我，就这帮小兔崽子啊，全吓得躲桌子底下去了。兄弟，说实话，那个庙是够阴森的，一进去就让人脊背发凉。可这种时候，你不能怕，你越怕鬼越跟着你。我提起刀来，一下就冲上去了，啪一下就把门给踹开了。你们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怎么着？外边一个人都没有。我再低头一看，那是一地的死鸟啊！死鸟，有的还在蹬腿喘气儿，有的连头都撞破了。哎呀，那个壮观啊！哎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一个黑影冲我来了，我咔嚓扬手就是一刀，直接就把那东西劈成两半了。你们猜我劈的是什么？好，三只眼睛，两对翅膀，那么大一个鸟。光嘴就胳膊那么长，我这个后怕呀！这要一嘴扎我脑袋上，我不也得多眼睛啊？真的假的？这是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吹牛！谁说我吹牛？不信你可以问我这帮兄。哎，看是谁？哎，小猫女神！哎呀，小猫女神一点都没变呢，还这么漂亮。哎，女神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得管你叫将军夫人呢？讨厌，不上啊！哎，你跟韩信到底怎么样了？挺好的，就是每天打仗，顾不上啊，顾不上。所以说还没定亲吧？当然没有啦。大将军人呢？来这么多天也没见着他呀。他有事出了营巡查，还没回来呢。哎，听到没有？
现在韩信的行踪叫军事机密，都别瞎打听了啊！军事机密。嗯嗯嗯。好了，神兔老大，别说这个了，你再给我讲讲你一路上的历险经历啊！真的有那种三只眼睛、两对翅膀的鸟吗？鸟的事儿我添油加醋说了说。哎，不过那个地方是真的。对对对，小芳姑娘，那个确实是挺吓人的啊。这个地儿啊，叫不归山，据说从此山飞过的飞鸟，全都飞到力竭坠地而亡。啊！就连附近山里的好多猎人，进去就会撞到厉鬼，再也出不来。那你们是怎么出来的？我们兄弟以前不就是干死人买卖的吗？什么厉鬼能够难住我们？哪有什么厉鬼啊？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觉得这个山里肯定有很多的磁铁矿，因为磁铁矿会影响鸟儿的方向感，这关于猎人的问题啊就更好解释了。山里那么多野兽，有几个倒霉的回不来也很正常啊。磁铁矿是什么？简单的说，就是一种产生磁场的铁矿。铁矿我知道，那磁场又是什么呀？磁场呢，它就是一种看不见的力场，它对于铁器具有超强的吸引力，能够让铁器……我想到了，啊！哎，看见没有？依然没变，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小方姑娘。神的，萧何！哎，女神，萧何，赶快过来！什么事儿？哎，不是，哎哎，轻点轻点，别弄坏了。心疼啊你！不是，小何，我问你，齐国的弓箭是用什么做的？铁还是铜？嗯？问你话呢。这之前秦国的兵器是用青铜制造，其他各国都应该是冶铁制造的兵器。你确定吗？怎么了？如果在战场上，齐国的弓箭全部失去准心会怎么样？哎，那这样的话我们获胜的可能性就大了一些啊。我有办法让他们的弓箭全部失去准心。有磁铁。不知道。神兔老大啊，你还记得不归山的位置吗？记得，不归山离这儿也就200多里远。你再带我去一次不归山好不好？我才不去那儿呢，我一辈子都不想再去那个地方了。这次我让你带1000人的军队，保证什么厉鬼都惹不到你。这1000人？他让我带1000人？哎哎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找磁铁。